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秀刚，欢迎来到秀刚台。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呢，很简单，就是要用不同的素材粘成一面盾牌，然后呢，看能不能扛住。没有错，扛住我们眼前这一位这个三头龙大哥的攻击哦。好，最后大家请注意哦，在这个影片最后的部分呢，是有严重剧透的。不过请放心，在要进入剧透的环节前呢，我会提前跟大家说哪边要剧透。所以呢，大家请放心看，然后看到呢影片说要剧透了，就赶快把这个影片关掉，不要再继续看下去咯。如果你还没有玩完这个游戏的话，好的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好，第一个呢是一盖队唯一独家指名推荐的，没有错，大剑香蕉，让我们来试试看大剑香蕉到底行不行呢？哎呦，好像行，好像行哦，好像行不啊？不行 ，OK， 就跟一盖队一样哦，不行啊。而且香蕉还变成烤大件香蕉了，哈哈哈哈，甜味跟香味更浓了。OK， 棒。第二个是秋秋蕉，它看起来像圣诞树哦，粘起来之后，而且它还会动，说实话有点恶心啊。我们来看看行不行挡得住哦。这个蓝色的圣诞树到底能不能挡得住呢 ？OK， 不行哦，而且秋秋蕉还变成黄色的秋秋蕉了，所以哦。哈哈哈哈第三个是眼珠，比前面的那个还要更恶心哦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很恶心了。好，来，到底能不能挡住呢？有点紧张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有戏哦。虽然被打，但是感觉是方向不对。然后你看这个角度看，超恶心的，我的天哪！掉线啊，掉线啊！哦哦哦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眼珠挡住了，眼珠就一脸冷漠的继续看着前方说：“我只是个眼珠，为什么要射我？除了有点热之外，其他都没有问题哦。”OK， 这个木材捆看起来就很稳定，应该是不会出事啦，大概啦。除了被火烧之外，应该是不会出事啦。哎，不对，它好像就是喷火哎。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所以全部变成萤火了，满地萤火，哎呀 ！OK， 生命大萝卜，不要问我为什么拼的那么丑，真的没办法，这个萝卜不知道为什么拼一拼，它那个绿色的那口香糖的部分就是特别多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好像挡住嘞，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，没有挡住。萝卜变成烤萝卜了，我感觉好像这种会烤熟的食物都挡不住哦。再来是鲜奶，鲜奶应该没办法烤熟吧？直接爆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再来奶油，行不行？除了融化之外，没有任何缺点的奶油，到底行不行呢？被打了，但是我感觉应该有机会。哎，怎么在冒烟啊？所以哦，全部融化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再来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番茄酱哦，不对，是油壶哦。我怎么感觉应该会直接爆炸？说实话，火焰特别大。哦，这个烟雾蘑菇，你看边拿它边走的时候，它还会一直冒烟哦，一直在吐烟。这蘑菇应该是不会烤熟吧？谢谢大家，一直放屁。来，我们把一堆光亮花种子粘在一起哦，大光亮花，巨大光亮花的种子。哎，别射了，秋丽，开花很棒，视觉效果满分。哎，这个很贵重哦，这个盾牌如果不行，我可能会很生气哦。我先讲啊，这个防御很贵呢。哦哦哦哦哦哦，
哎，顶住了，顶住了，顶住了！我很顶哎，很顶，非常顶！哇，除了有点热之外，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哇、哦，说实话，我本来以为他会就是你知道，黄日好像会放电吧。我们强调一遍，这个影片制作过程中绝对没有任何的蜥蜴战士受到伤害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有戏哦，我这次被空隙打，找个好角度。哎哎，是不是稳？哎，就是一个字稳。哇，蜥蜴战士的尾巴真强，自由。哎，再来是临时额外加一个项目哦，海拉鲁球果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跟刚刚有虎是一样的效果。好，再来是巨霸加马大牙，你拿着这个移动的时候，还会有摩擦地面那个声音哦，很真实的。哦，很稳呢、欸，不愧是巨霸加马，很稳很稳。完全没有任何受损，哇！好，再来我们要来白龙鳞片哦，哦，这个白龙鳞片还会这样一直发出它的光芒哦，哦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漂亮归漂亮，能不能挡得住呢 ？OK， 挡住了，不止漂亮，还实用耐用，倍棒，超棒！这感觉好像我在回血、哦、但其实我没有回血。说实话，我本来以为被打之后我会回血，但是没有。哎，被吼掉了，地基被吼掉了。哎，没事，这个角度对了，应该也是挡得住我。说实话，哇，真的挡住哎、欸！老实说，如果角度对，应该只要一片鳞片也可以挡得住我。哎，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坨绿色的口香糖，但是里面真的有冰蝙蝠的翅膀啊！我要先讲一下各位，只不过是因为那个冰蝙蝠的翅膀实在是太小了，粘起来就变这样子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是不是？你看稳住了，哇塞！话说我会想用这个冰蝙蝠的翅膀，是因为我本来以为它会被打会发出寒气之类的，但是看起来显然是没有、哦。再来是最贵的盾牌了。这个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可能真的就对，比刚刚的黄玉还要贵哦。哦哦哦，除了有点热之外，没任何缺点了。哦，不对，还有贵，贵也是一个缺点。哦，碎哦碎哦，完全不怕 ，easy， 太壮观了吧。好的，那看完了各式各样的素材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选出最强的素材，没有错。但是注意哦，各位，等一下的内容会涉及到严重剧透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还没有玩完这个游戏，注意，请千万不要再往下看，知道了吧？好，来，来哦，我们要票选最强的，我个人心目中最强的是江江。啊，你问我为什么？老婆最强，懂？